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田。今天我们来吃我煎了一个小时的圈圈肠。我平时用的是中火，老是把里面煎不熟。今天应该能煎熟吧？一个小时啊，就煎这玩意儿。来吃一个。有油，看有汁儿。先吸一口。哇，这味道上头了。蘸点辣椒油。咦，好香。不是血红色的，已经熟了。看，这一个小时没白煎。哎呀，它的皮子，它在流油，这是它自己里面的油，好肥油哦。吃这个好满足，好大一点，看它很大一点。哎呀，太有嚼劲了。还有三个。这个也是油油的，看，把吸走。这个放酱水里面，酱水是凉的，瞬间上面裹着一层白白的油。猪小肠，太大口了。挤个油给你们看。你们敢吃这么油吗？敢不？敢挑战吗？很腻哦，呵呵，必须要蘸这个酱水。这个酱水还好，这酱也是我自己调的，是用那个鸭头的酱，辣椒酱，把它抠出来放里面的，倒点那个生抽，就这样子了，好香。关注支持一下海青。